的就不真的了，好吗？已经名花有主了，是不是？名花有主哦，好，恭喜恭喜！来，下一位领奖的好朋友们，这个也很缺，很缺，是有缺还是很缺？很缺。来，赶快让我们现场的黄金单身汉哦，看到我们的舞台上面这个美女哦，也很缺男友，好不好？来，恭喜到我们的母花男主，来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一位呢是文琪的国中同学，到现在你今天呢得到文琪的幸福红花，可不可以麻烦你说几句话来祝福我们文琪，好不好？有男朋友，但是没有确定的，只要朋友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哦。主持人呢，通常都是比较搞笑一点，因为毕竟我也是走谐星路线。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大哥哦，来一起拍一张幸福的合照，谢谢。那么呢，也恭喜到我们今天的捧花得主，也希望呢，在未来哦，他可以呢，早日踏上幸福的殿堂。来，我们以上的几位好朋友自己找好位置卡位，我们来做一个大合照，好不好？后面的好朋友们，来看是要蹲着、躺着、趴着、跳着什么的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夸张一点哦，夸张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一、二、三，夸张一点，夸张一点，来第二个动作，来一、二、三，不行，这个比爱心不行。待会呢，我数一二三的时候，全部跳起来，除了文琪以外，好不好？要先脱鞋子吗？啊，或者抬个腿吧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这个丢口花真是太稳了。好，谢谢，再次热烈的掌声哦，感谢到我们舞台上几位亲朋好友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呢，现场哦，也看到我们北港朝天宫我们的董事长蔡永德，蔡董事长呢也莅临现场，非常欢迎你，欢迎我们蔡董事长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一桶金，刚刚呢都有跟大家报告我们的一桶金，是不是？麻烦一下我们的那个桶子，我们的桶子在哪里？新选货与秀，请问一下我们那个一桶金的桶子在哪里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安排到这个幸福一桶金哦，抽一桶金的活动，来麻烦一下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一桶金拿到舞台前面。谢谢。来，现场啊，所有的朋友，把你的目光哦移向我们的幸福舞台前面，大家。我们的幸福一桶金里面呢，说真的，这个钞票哦，少说应该有一两万块了哈。来，我们现场呢开放加码，有没有人要加码？把你的钞票写下您的电话，待会呢就有机会报得我们桶子里面的奖金。有没有人要加码？来，快哦，快哦，倒数三十秒，倒数三十秒，倒数十秒，有的。手一下，没有我们就要马上抽了，好不好？后悔就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场朋友，赶快把你的目光移向我们的幸福舞台，由我们的宅子家人呢要抽出我们一桶金的得主，好不好？很开心的那里出来，所以说呢，由妈妈哦特别
一下，我们妈妈今天的造型呢，也是由我们薰逸老师非常精心特别制作，帮我们妈妈的美妆一番哦。来，大奶大奶，来妈妈帮我们的抽出，我们这一桶想要抽出几位？三位幸运得主有机会平分我们里面的奖品。来，我再问一次，现场有没有人要加码？赶快拿出你的100元，有没有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来，这差不多应该蛮好抽出啦。哦，加个，你有没有敢加码子的？请大哥。逻辑。电视墙都短嘞，我心急嘞，好啦，就下去嘞哦。来，由我们的主持人为我们抽出今天三位幸运的得主，好不好？妈妈抽一位，爸爸抽一位，阿文行抽一位，好不好？张景敏。对对，那我们上来要有奖的，要问一下哦。来，请问张景敏的电话几号？1989。好，正确。来，身份核对成功。来，第二位，电话号码是。哎，你们会不会很恨我没把麦克风渡过去？电话号码是。太高调了，来确认一下您的姓名是。谢谢各位，您的电话。1989。今天单身吗？刚刚电话都有听到，0988-9903，好不好？来 ，OK， 那么呢，以上三位哦，我们的幸运一桶金的香酒，来一个状给你抱着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三位等一下评分里面的奖品，来跟我们的。新郎新娘来个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抱着你的一桶金，看着我们的摄影师，来，预备哦，1、2、3，那个重心这样不行，你要跳起来。你拿到奖品，你要奖金有没有？要有一个很雀跃的 jump。来，1、2，3，那说站就好，太重了。安利比赛是等于摩卡，好不好？好朋友们，还记得哦，上面都有电话跟姓名，回去如果要摸，记得擦掉，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谢谢你们。那我们呢，也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让我们的才子佳人呢入席就坐用餐，谢谢文琪跟新郎。好，那我们持续呢，舞台上了，我们所有的老师请就位哦，一样的要再来好听的歌曲。那么呢，待会哦，第二阶段所带来的歌曲会比较热门一点，也希望呢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热情，可以尽量的来跟我们同乐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哦舞台上所安排的歌曲不仅仅是有国语歌曲，